油可能不太好撇。没事没事，就是不用太多就行，随便有一点没关系。哎，烤好，这个烤完美。可以可以，别打听。嗯，该说会说的。啊、嗯。是的。哎。君君。君君吗？王军。吃啥？吃的火锅鸡、韭黄炒鸡蛋、酸菜水饺。我说实话，我想吃一碗米饭。我没有人想吃米饭。我不要。我不要。老板。目前还没那个啥呢，没。老板。官宣米。能帮我打一碗米饭吗？好的。谢谢。我给你大点大点粉，你秒吃就可以了哈。好。好的。好的。我在这儿哪儿？幸福路，哪个镇呢？你这叫什么镇？让我来给你们看。保密协议整的吗？总有没有，也是最近才开始的。这里是阿坝。这里是两个村的中间。嗯。你今天听错了，我待多少年了？肯定五张脸。你看真不真哈？有点凉了，要真我就重新去给你蒸一下。没事儿，没事，有点点凉。没事，准备好油。不用，好油油，放手了啊！好，我翻一下子。那我也想要好油，好油。你觉得这个料我还能差点蚝油吗？对，还没谈呢，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，在一起的会说的，不用再好奇了，不要再逗留。那个是酸菜水饺，嗯，是的，好老板儿，是，还没谈上，味道合适吗？合适，可以的，谢谢。不要再逗留。给你一勺，过一气。是的，咱们现在几度？咱们这儿现在几度？十多度呗。现在十多度。哎呦，可热了。一到晚上的话会稍微冷一点点，晚上可能也就可能会零下。吃的是火锅鸡，你咬不咬一点 ？Hello Max， 两斤半切开得有个一斤骨头。是的。肉真的没多少。吃完为什么这么香？香吗？可能是因为饿了。我们刚从一个海拔4800的地方下来。现在海拔应该是2000多吧，这块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但是4800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。我没有。有。你不会也去川西吧？我已经在川西了。已经在川西了。哎呦！谢谢。目前没有。目前没有去北京的行程。你一看今天明点人绝对大。
喂，我拍了好多视频在群里面。我是装好了，装好了，然后你让我很失望。你来同在2013-14，一看就是没打开群。现在下山了，在那个。好，那要生日快乐。你可以看一下，你可以去群里看一下，我录了好几个视频。那我们先吃饭了。妈妈也姓焦，哇，本家哎，不是周强，本家哦，姓焦的很少啊。火锅鸡，火锅鸡，沧州那边，沧州那边练武的姓焦的很多。河南，河北沧州，沧州，沧州还是河北的？当然河北了。哦，铁狮子，你要画，你要工作就是吗？好的，好好工作啊！我呢，好好休息，好好玩。对，最近演了个小话剧。你们附中最近在干嘛？在休息，生活。你们附中前行。就没啥吃的，啊？嗯，我觉得是时间太短了。对，我觉得没太入味儿。入味儿。嗯。知道。不要再逗留。我觉得。加工一下吧。咱把它加工一下。想办法把它变得好吃一点。我这两天来川西吃了好多顿面，吃了两顿面，没有一顿是让我很满意。后来我们总结了一下，这边的人的饮食习惯可能不吃面，还是为了我们这些旅游的人才开的面，所以面的味道可能是稍微逊色一点。别人的事情不太清楚。你可以问问他，太入味儿。嗯，你可以，哎，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酸菜汤夸浇米饭里。嗯，非常好的主意。他这个酸菜，南方酸菜是这种酸菜。啊啥？啊，南方。北方酸菜是白菜吗？对，感觉就嗯。回去还是吃个东北菜去吧，咱们。行。我昨天晚上还刷到铁锅炖，哎呀。哎呀，好想吃。有个叫山河屯的，你们可以带你去吃，就在5块10。嗯，就这样就吃。嗯，但是我感觉我回去有点来不及。嗯。他只能我吃。主食是什么？米饭。吃起来，朋友们。啥都有。点外卖。把土豆给我吧。咱如果按什么花回去能早一点，咱就回去不吃十分钟。如果早就去吃，咱到时候看，因为不想玩的那么太赶。嗯。松江山怎么也得一天。什么什么时候回哪里？你这话真是让我挺迷茫的。吃饺子了，大家一起吃饺子。这话让我有一点点迷茫。谢谢渣渣。闰土寺的那个叫什么？渣。渣茶。老爷茶。对不起，我上次就问过一次了。近视。花田里的茶。花田里的茶是吗？嗯，查查，哈哈，没文化，这是啥玩意儿？这是鱼子福袋啊？不知道。这是鸡的什么？屁股。是什么？鱼子福袋吗？鸡屁股。大白最爱。
在逗留。那是尾巴，不是腿。鸡还能有尾巴？好幽默。鸡有尾巴吗？有啊。哦哦，有。公鸡没有尾巴吗？那么漂亮的尾巴。不是，尾巴上有毛，但是它没有就是骨头啊什么的，嗯，软骨啊。给你们看看这个鱼子福袋。咬嘴巴，不说话。啊，反正关节了已经。啊，这大石头筷子吧。是啊，我感觉像是屁股。鱼子福袋吗？鱼子福袋。没吃，明天明天我没吃吗？放在他这里。谢谢你啊，云奖吧。不要再逗留。谢谢。我这次变成汤泡饭了。这土豆贼黏糊。没有，我在川西呢。不卡了吗？没卡吧？火锅鸡没卡。酸菜水饺。这还你一块就能夹起来，我夹不起来呢。毕竟我不是吃面长大的。哇，谁不是吃面长大的呢？不卡，当主食，你们剩下面糊涂的。嗯，饺子计划有变了呀。二一三进不去了。计划赶不上变化喽。孤村正是哪部剧啊？孤村正是。花见小馆那部剧，没有啊，我是在路上。这太滑溜了，根本夹不起来。捅一下就好了。啊！元旦应该是花见。不出意外啊，圣诞也是，对，这当然了，不出意外啊。他为什么不给咱个鸡腿啥的呢？感觉都是一些关节。算了，没关系。我觉得他把鸡腿那块剁下来，没给咱家里。谁说不是？没给咱家里，然后他只把上面一节全是鸡肋骨、脖子、头啥给咱家里的。这鸡面条可能切了半斤，二斤九两斤，二斤九，二斤九两斤，把腿切下来，二斤三两多。好，你估计就是把腿切下来。面条，吃吧。这饭吃的我吃的跟没吃的那种感觉似的。我感觉我没吃的啥东西。我也感觉没吃的，我一直夸夸搂土豆的。知道这鸡翅都没吃，全是鸡胸、肋骨、鸡子福袋、鸡脖子、脖子、鸡头、关节。等一下，稍微补充一下，要不路上一困，然后去了，对，咱们再找再搂一顿，再找点好吃，多搂几顿，
嗯，鸡架，你说这又不是沈阳，你整个鸡架。对到这儿呗。怎么不戴眼镜？戴眼镜更帅。我吃饭呢，亲爱的。还有米饭吗？有啊。饭呢？这就不戴墨镜吗？对，够了。够了。够了，我把它搂了啊。我搂了啊。你吃吧，你吃吧。你搂吧。加工一下。这是火锅鸡。我在他们家吃的火锅鸡特别好吃。我们家的铁锅，河北那块，它是火锅鸡。回去了，我们回去了一个月，我吃了有5次吧。我现在就想吃个东北菜，我就想吃个锅包肉。昨儿他刷一抖音，我昨天刷的锅包肉，我也好想吃锅包肉。我的妈呀！昨天晚上我要在家里直播的眼镜，我没戴，我今天戴眼镜，因为今天要戴墨镜。旅行嘛，对，就旅行，随便，我们就随便路边找个馆子吃。哎，但好想吃溜肉段锅包肉啊！你看，妈呀！谢谢谢谢，我们回成都找一找。三个屯，老好吃了，成都最好吃的铁锅炖。我还吃酸甜款的，我还行吧。我爱吃酸甜的。啊、哦！哎呀妈呀！家里排骨丝儿。好好吃啊！绝了！这个锅包肉。哎。哎呦，我昨天我们开过来的时候，因为我昨天我们出发的时候没吃饭嘛，我们到了开了几个小时的门，5个小时吧大概。我们开了5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到了才吃的饭。那跟我一路上饿的，我想吃啊！我说到了，我要吃个面。哇，我想吃东北菜。我们还在找，因为这边有一个县叫什么黑水县。我在想有没有黑水的大东北，结果没有。现在也差不多，结果没有。我想找一个那种东北人在黑水。对，东北人在黑水，结果没有。黑水没有东北人，黑水只有旅游来的东北人。去哪里玩？去川西自驾。不要再逗留。1072号，来呗。吃好饼，吃好了。没有啊，我23，确实我说23号要进组，但是计划有变，然后就没去成。完事儿，现在就是等到月底才进。女主也不是白眼啊。要开始工作了，哎呀，我就感觉我还没休息够呢。我13号才下的车，好，对，我15号下的车回来。谢谢你，可以。15号下车回的成都，然后，哎，我在哪开的？横店，对，15号回的成都。然后我26进组，那也没休息几天。这87，我这这天小从这天小从底。那就318，我们走的叫李小路。几个船这个路，我给你说错了个。我们走这个路，他们叫李小路。李唐李县。李县和小金。李县和小什么？李县和小金。小金。就是一条线，被网友戏称为李小路。不是这种人本来就是叫鸡小路，网上就叫鸡小路，就叫你啊。什么？记住，咱们走的叫县道，叫鸡小路嘛。对。不要再逗留。这啥歌？你现在拥挤。等等等。张杰的。勿忘心安。勿忘心安。好的，不是李唐，是李县。李现，我是丁真，谁是我的朋友？只是学霸。他身后的烟草很有年代感。啊，是的。对，很 old school。
没看到丁真哎。现在还有没有东北人的地方，烤冷面、锅包肉、鳕鱼豆沙、开遍全国？啊哈，那个鳕鱼豆沙那个没吃过哎，那个太逼了。什么？就是一个面团，它里面裹着豆沙，然后蘸点白砂糖吃。180哦，还好。我还以为可能得捞捞，咱们300多。那个我吃不来豆包，我吃过。就是油炸，就是油滚出来的。我知道，因为一切那种的甜的我都吃不来。我可喜欢吃那种糯叽叽的，我也吃不来。豆沙，哎呦，正着的。我去那个哪个去长春吃了一个。卖爆，200块钱，豆豆叔大桌子，俩人200块钱一大桌子，那个土豆泥啊20块钱。那个土豆泥上来跟做小山似的，得落这么高，20块钱一份土豆泥。那个糖果蚂蚁啊，这没有必然联系，阴谋论。他说你好久没有跟余音合作了，是因为余音开始接吻戏了，所以你就不能合作了。这有什么关系？在东北餐量啊，东北菜真的很大，可爱。我现在为止吃不到，太可爱了，我很爱吃东北菜。最近没有，最近有啊，我26号进组。啊，对的，秒静心，哇，秒静心。26进组，开3天一个小短的，一个短期的。我们稍微稳一下就出发。还有2分钟，4:20我们就出发。我开吧，你开不开？你开不开？可以开，你开吧，这路人这么少。对，没有趁这个上阵磨磨枪的，对，练习一下。现在东北也不冷，哎呀，冬天去东北好玩一点吧，我觉得。啊，冬天去东北，冬天长白山、哈尔滨。现在这个季节，冰长白山的秋天也很漂亮。嗯，好的，薇薇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哈尔滨呐，北的冬，哈尔滨呐，你咋了？好玩？倩倩说的烧烤很好吃，东北烧烤你学的？今天双酱，好的，阿健，拜拜，阿健哥。为啥我们的粉丝名称叫盘饺子？因为我姓饺，而且我也很喜欢吃饺子，而且饺子代表着团圆、吉祥、如意、合家欢乐。中国人过年的时候都吃什么？大家一起包饺子。这就吃完了啊，吃完了。我小时候不爱吃，但是我现在爱吃啊。我也是小时候，哎，我小时候吃饺子芝士皮儿。周仁心，我给你带点血回来。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大雪球，别人堆出来的。就像一个像流星锤一样，锤一样的大雪球。能和我在东北偶遇一下吗？我去不去都不知道呢，我咋跟你偶遇啊？东北，长春，吉林，沈阳。沈阳，小沈阳，沈阳，哈尔滨。好的，你们那儿过年不包饺子，可能地方的习俗不一样吧。尊重。respect。我们吃的是午晚饭，早午饭，午晚饭，我们吃的是午晚饭，我们吃的是下午茶。怎么了？啥下午茶？过年吗？饭啊，咱们在这个啊，我们现在吃的是下午茶。东北人，我祖籍是长春的。可以的，祖籍是东北，但是我是内蒙人，在内蒙长大，现在居住在成都。对，走了，要撤退了，我们要赶路了。我们就再见了，拜拜，朋友们，拜拜，朋友们，再见了，好的，再见了。再见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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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，拜拜，好天气，好心情，明天不直播，祝大家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拜拜。